原标题：揭秘十号田上将的人生关键一步，许是有上将帮了大忙。十号田上将，许多人知道是许是有手下的一个兵，其实他们的源源主要是十号田一直所在的27军。这个军虽然当年是许是有建起来，但十号田参军时，许是有早就离开了27军。他与许是有无论是年龄还是军籍，相差都十分大。可以说十号田若是要单独见上许司令一面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偏偏许是有当年在十号田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候帮过他一个忙。尽管在50、60年代十号田与许是有相差很大，但这并不说明许是有就不了解十号田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号田是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，也是南京军区有名的英雄模范，还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许是有对他不仅了解，而且很熟悉。1960年，十号田在南京军事学院2年多的学习就要结束了。毕业前夕，学院干部部门找他谈话，说现在国家急需外交人才，选拔条件很高，根据你的表现，我们觉得你政治素质好，文化水平高，形象也不错，准备推荐你到驻外使馆当武官，出国当外交官，同外国人打交道。十号田想都不敢想，这不是令他心动，但是经过冷静考虑，他还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英雄部队，还是希望回到27军去。谁知这边干部部还没死心，学院的教学部也派人找过来了，对十号田说，你德才兼优，学院需要像你这样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战经验的教员，请你认真考虑是否可以留院工作。这时同学朱敦法已准备留院，也好来做他的工作。老师，别回部队了，留下来一起做个伴吧。当夜十号田躺在床上，这下子真着急了。学院两个部门问，若真要是抢留怎么办？命令来了，到时不听也不行。翻来覆去想了一夜，于是决心立即去找人求情。第二日他早早就来到了南京军区，直接找到军区干部部部长周冠武中将。周冠武将军十分赞成十号田的想法，当即就拿起电话给司令员许世友汇报。许世友一听，暴跳如雷，我的兵谁敢挖，让十号田回原部队，就说是我许世友讲的。在撂电话前，他又喝道，谁要挖人别管我，到时候军法无情。南京军事学院不隶属南京军区，许世友如何军法处置人家，十号田心里却有底了。嘿，许司令员还是国防部副部长的，他的话还有谁敢说不算数？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5月，十号田毕业了，因为许世友发话了，谁也不敢留他。十号田如愿的回到了老部队，第27军第79、第235团，英雄的济南第1团。第2年3月，十号田被任命为济南第1团政委，才31岁。6年后，他被直接提拔为正师级干部，才37岁。到后来，十号田更是步步提升，甚至超过了老首长许世友，先后担任国防部长、军委副主席。有人想起当年之事，说当时若是十号田真被军事学院选派去当武官或者当教员，共和国就很可能少了一位上将军。也因为如此，十号田每次提起许世友都是感激不尽，说别看许司令火爆脾气嗓门大，有时候还真爱才，他的兵就像他的孩子，谁他都舍不得走。我本人就是一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